猫影院的路口，那位疯姑娘带路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这里另有玄机。其实这密道我也没有来过，只是师父曾经告诉过我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还好我没记错的位置。等等，里面似乎有声音传出。这密道到这里果然就宽了些，似乎是个女子的声音。这密道显然还有其他人在，大家小心。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密道中？糟了，我没想到也有人会想到要走密道下山。这姑娘不像是四象门人，眼神看来也会受妖术所惑，为何会和这些四象门人混在一起？听你们言语，想必你们这高师兄所说的叛逆一伙。哼，盘天岭上被你们弄得昏天暗地尚且不够，还千方百计想上盘天岭来，难道你们非要灭了四象门才甘心吗？哎，小妹子，你搞错了，盘天岭上的乌烟瘴气不是咱们的杰作，咱们就是为了查明这件事的缘由才设法要上山的。少骗人了，高师兄都告诉我了，听说你们之中不乏法力高强之人，或许法术治不了你们，但我手中的刀轮可就不同了，且让你们尝尝我寒江刀轮的厉害。小妹子，我们没有骗你。殷大哥，想必有大师兄对他说了些乱七八糟的谎话，我们再怎么说他也听不进去，不用白费力气的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先将他打倒，之后再慢慢的向他解释，待会大家对他下手轻一些，别伤他性命便是。哎，准风姑娘的时机不错，就这么办吧。喂，小妹子，咱们这是领教你的刀路绝学，你可不要客气啊。你放心，我自然是不会客气。这位师兄，请你回去多找几个人来帮忙。大伙上。哎，知道了。好，开打。这关没什么重点啊。我的同伴已经去请求支援了，奉劝你们快点投降，否则将会尸骨无存的。施主此言未免太过果断了。对啊，你挖而不成俺的厉害才敢这样讲的。哎，奉门主之命前来捉拿叛徒风寒月。我没有。哦，这边是难得一见的风寒月流泪的图像的戏剧图啊。风姑娘别难过，一切等我上山见过门主灵山老人前辈再说。哼，你们还想平安的上山吗？女娲儿别逞口舌之力，能不能上山我们手上见真章。哥，对不起，妹子没办法帮你了，想不到我竟然输了。好，最后一集寒千秀。看得伤势不重，以仙法回复他的元气就行了。你们为何救我？我们很有无冤无仇，你又不是妖人一伙，犯不着付出的性命相拼。先把你撂倒，只是权宜之计。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我们不是坏人了吧？你们的确不像坏人，可是，
小妹子，四象门首徒之一的风寒月就是我。我不知道他大师兄在你面前怎么说我，但我自小在盘天里出生长大，比谁都要担心四象门的安危。不管你现在相不相信我们，到了盘天岭上，见了我师父之后，一切自有分晓，好吗？再怎么说，我败在你们手下，海猫们救了我一命，你们现在要去，我也是阻止不了的。只是，小妹子，你还有何为难之事？就都告诉你们好了。家兄由于自幼体弱，数年前投入四象门中修习术法，这回我来探望他时，正巧盘天岭上发生怪病，多名弟子莫名其妙的日渐枯瘦，像是被吸干了体力一般，而家兄也在离病的弟子之列。没想到我才离开岭上不久，便引出了这等事端。然后呢？我向高师兄问此病的缘由，他说风姑娘你因背叛师门，被逐下盘天岭后怀恨在心，不但聚众准备抢夺门中的宝物，还预先施展阴毒的邪阵，吸取岭上诸弟子的精魂，如此在攻山时便可长驱直入。一派胡言，这等邪法我却又何时学过了？高师兄还言道，这妖阵威力如此强大，你和众虎必在附近，只要能杀了你，这妖阵便不破自解。我担心兄长的病情，于是自荐带领门人下山搜索，却能找到你的踪迹。看来妖阵之事不假，定然是有人在盘天岭上弄鬼，吸人精魂的妖阵非比寻常，咱们都不赶快阻止对手，不夺韩姑娘的兄长等性命不保，连我们自己都有莫大危险。既然有直凤姑娘这么说，咱们赶快上盘天岭看看。等等诸位，可能能够容我一起同去，这次无问题。不过先前你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恶徒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相信我们了。这因为我们的外貌形式及所言都合情合理，相形之下倒像是高师兄告诉我的话才是谎话。只是我挂念家兄的病情，心也乱了分寸，所以才冒冒失失的就和我们打了起来。你关心令兄的病情也在所难免，你就和我们一起上盘天岭好了。到时候要帮谁，你自己再见机行事。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叫做韩千秀，我韩家独门刀轮，这里岭南一绝，攻壳极远，乃各派兵刃所不能者。虽然我攻略尚浅，但总可帮一上一点忙。待会墙上盘点你，想必难免一场激战，就有了韩姑娘出力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只希望师父他老人家一切安好。